的唐人街周年庆的第二个晚间。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呢，今天抽出您宝贵的时间来站在这边呢，好来看看我们今夜晚上这个特别的这个特别节目。那么呢，今晚间呢，好在此呢，也是有祝福我们这个唐人街呢，在新的一年里呢，能够生意兴隆，通四海，财源广进，万邦来。那祝福我们老板当年呢，能够生意呢长虹，红红火火。好，那么今天节目呢，首先呢，我们节目特别非常多。那么今天呢，有邀请到我们来自阿拉斯加，我们的性感小野猫，我们这个非常实力派的一个唱将来给您助阵，还有我们今天还有我们这个，还有多位的实力派唱将在后台的等着。那么首先第一位呢，要邀请到我们的完美小姐，为您带来她的好歌好曲，再说太想念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完美小姐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张丁先生，来陪唱这首曲子，这首太想念，谢谢大家。先唱快板，你帮我先说快板。